普世的大地广土，听向你们的天主欢呼，歌颂他圣灵的荣耀，献给他辉煌的赞颂，阿肋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眼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人，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门。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我们常生活在喜乐中，因为你恢复了我们青春的朝气，我们今日重获义子的荣耀。求你使我们满怀庆幸和确实的希望，等待肉身的复活与光辉日子的来临。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阿门。恭读宗徒大事录。五旬节那天，波多禄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明白这件事，请你们注意听我的话。天主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实行了灵迹、奇事和征兆，向你们证明他是天主所立的，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意志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大卫指着他说：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因此我心里高兴，无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你必要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以色列同胞啊，让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徒大卫的事吧。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保留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他也知道天主对他所发的誓，天主要从他的子孙中选定一位来继承他的王位。大卫也选知道并论及摩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这位耶稣，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现在他被高举，坐在天主的右边，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神。你们今天耳闻目睹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我的良知连夜间也督促我。我时时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因此我心里高兴，无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你必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原本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恭读圣伯多禄前书。可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称呼那位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个人的行为实行审判的天主为父，就该怀着敬畏的心度过这一段在世旅居的时期。要知道，你们不是永可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先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就是那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基督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这末期他为了你们而出现，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天主。因为他是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并赐给他光荣，这样你们才能信靠并期望天主。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阿莱路亚，阿莱路亚。主耶稣，求你给我们解释圣经，当你讲话时也使我们的心火燃，也使我们的心火燃烧。阿莱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洛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这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就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她们清晨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她的遗体，回来说她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她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生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她。耶稣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呐、啊，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摩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给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11位门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他们二人就把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是复活期第三主日。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听到的是耶稣显现给厄马吾的两个门徒。他们是两个门徒，不是耶稣所招选的十二个宗徒之内的，是七十二个门徒之内的两个门徒。他们要返回厄马吾，因为他们感觉到跟随这个主啊已经被定死了，已经让他们失望了，所以呢，他们要返回他们的村庄。这个村庄叫做厄马吾。这个厄马吾呢，在耶路撒冷的西北，11.1公里左右。如果走路的话呢，走得快一点啊，大概需要2.5个小时左右，他们能够走到家去。这个时候呢，在厄马吾这个路上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这几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时候耶稣就显现给他们，耶稣跟他们一起来交谈，一起来讲解圣经。耶稣跟他们说，哎，你们在谈论什么事呢？他们两个人很惊奇地说，哎，难道只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就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人面前说话都大有能力啊。可是我们的司地长，我们的经师们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指望他大有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让以色列帝国重新复活，打败罗马，建立大卫王朝，可是意思就是这一切全程泡影，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圣经描述说他们面带愁容啊，面带愁容，非常忧愁啊，非常痛苦，非常的焦虑。这个时候呢，耶稣开始给他们讲解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呢，然后到村庄的时候，他们要挽留耶稣说跟我们一起住下了，那耶稣就给他们住下了。于是他们吃晚餐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呢，耶稣掰开饼递给他们，他们一个哎。这不是我们老师这一套吗？掰开饼递给他们，所以呢，他们认出是耶稣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忽然不见了，在他们当中隐没了。通过这个耶稣显现给厄马吾两个门徒，让我们看到，首先是从第一点，我们分析一下。首先，他是从认知的转变，从模糊到明白。这两个门徒明白不明白圣经？他们一定是明白圣经。跟了耶稣3年之久，他们熟悉不熟悉旧约？我想他们也是熟悉旧约的，旧约当中对摩西亚的预言他们也是熟悉的，即便不熟悉旧约，他们应该熟悉耶稣所讲的话呀。耶稣训道，耶稣预言3次预言说受苦受难死亡复活，他们这些话都是听过的，但是呢，他们心里却是模模糊糊的。依着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了，耶稣基督就是摩西亚，耶稣基督必须要受苦受难。所以第一个是他们认知的转变，从模糊到明白。第二是心灵的转变，他们面带愁容啊，非常沮丧。我们本来指望他就是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所以很失望，跟着的老师定死了，他们呢也就四散了。为什么要回我们？没希望了，跟着这个老大混不出的头地了，混不出个结果嘛，所以就回去了吧，回家算了。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从沮丧转变到火热，他们说，哎，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他们的心的转变，从心灵的沮丧转变成火热。第三点，道路的转变。一开始他们就是，哎呀，跟着这个耶稣啊，在耶路撒冷没戏了，打不了天下了，也做不了将军了，所以在耶路撒冷待着干什么呀？还有经师啊、法利赛人的逼迫，赶快跑吧，看事不好赶快跑。他们感觉到，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哪天把耶稣杀了，说不定哪天轮到宗徒们的，所以他们立马就跑回去了。
跑回去，这个时候来讲，他们本来是往厄马忤走，但是耶稣显现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往回跑啊。他们一开始脱离团体，他们在逃避现实，离开受迫害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但是当耶稣显现给他们之后，他们立马跑回去，带着喜悦的心情，重新不再是往回走的路，而是当晚就算吃晚饭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西斜了，也七点左右了吧。那么七点左右之后，他们吃了晚饭之后，一认出是耶稣，立马的跑回去。我估计这晚饭都没吃完，耶稣一掰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耶稣了。所以圣经上记得说，并没有记得说他们吃完晚饭之后再跑回去，一天都没吃过吃东西了，然后立马往回跑啊。走路需要11公里，跑回去那也得跑2个小时左右的，已经走了一天路了。但为什么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勇气？为什么道路能够改变？就是因为复活的基督。第四点，信息的改变。以前的时候他们说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啊，玛利亚、马大勒大等其他的几个人去了坟墓那里，他们只是听说闻风听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他为什么是惊吓呢？因为不信嘛。所以的话，他就认为玛利亚、马大勒大说的话都是吓唬他们的，所以他们不信。那么当他们返回去之后的话呢，他们以前只是闻风听说啊，这个宗徒们也看到说他复活了，但他们都不信。到现在呢，他们自己把耶怎么样认出了耶稣这个事情，他们述说了一遍，他们自己成了见证人。以前的时候只是闻风闻到听到说啊，玛利亚、马大勒那里妇女们和其他的宗徒们不都让他们去了坟墓那里了啊，天使显现了，只是听，他们不信。而且现在他们自己成了真正的见证人，这就是他们这五点的转变。那么我们重点看一下火热的心。耶稣给他们分享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所以火热的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我们应该有一个火热的心。什么样是火热的心？我们看圣经上啊，有两个人是很对比的，一个是伯多禄，伯多禄的心是非常火热的。一开始一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往船的右边撒网，他咔嚓撒下网，他就听话。撒网了之后的话，捞上了很多鱼，咔嚓就跪下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心很火热。然后呢，耶稣问说我是谁，他说你是摩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说伯多禄，不是血肉启示了你，而是天主圣神启示了你，我在天之父启示了你。他有一个火热的心呐，能够明白天主的旨意，能够接受天主圣神的感动。然后呢，他有很冲动，耶稣说我将受苦受难死亡复活，他说万万不可临到你身上啊，这样不行的。他也是一个火热的心呐，为什么？他怕他的老师受苦受难啊。在耶稣被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拿了一把剑，耶稣一被捕，他咔嚓就把那个马尔可的耳朵砍掉了，对耶稣一个火热的心。所以伯多禄是一个火热的心，虽然后来他也背叛耶稣，虽然后来也不知道他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是因为他有一个火热的心，所以呢，他成为耶稣所重用的大弟子、大门徒，也成为教会的大柱石。我们奉他为第一任教宗，领导整个教会。另外一个人的话，那叫做保禄。保禄是一个非常非常冷的人，非常冷，对基督徒冷血无情，见基督徒就杀，冷面的，就是好像跟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蒙面杀手一样。他从大司令那里拿到一个命令，杀基督徒。只要信耶稣，我就咔嚓杀了他。为什么？他要维护犹太教，他要维护他的宗教，所以他是极其冷漠的一个人。那么呢，加拉大书上说，有人说，那曾经迫害我们的，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的，
看奇怪不奇怪？这是基督徒说的话。以前这个保罗啊是迫害基督徒的，后来他开始被基督从大马士革路上面召下来之后呢，他开始传扬这个信仰了。他本来是特别冷，当天主圣神一光照他之后，当他领受了天主的恩典之后，他立马就变成一个火热的心呐。我们看看宗徒们啊，宗徒们都是伟大的，但保罗宗徒是特别特别伟大的一个宗徒。没有保罗宗徒，就没有罗马教会。罗马教会是伯多禄和保罗建立起来的。没有保罗宗徒，就没有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仰耶稣基督。保罗三次去传教，所以他走出去呀、啊，那个不是走出门进来，走出门进去，每一次要走很久的，坐船的，受苦也是最多的，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是一个从冷直接转到热的一个人，所以默示录上说，写给克罗地亚教会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但是既然你是温的，也不冷也不热，我必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很厉害。若望给七个教会写书信说，给这个老迪克亚教会说，要不你就是个冷的，你就是一个破坏基督的犯罪的冷的，要不你就是火热的传扬福音的。如果你真是一个冷的，你没有怎么接受天主的恩宠，如果有一天你接受天主的恩典了，你里面就会变成热的。你也不冷也不热，是个温的，他说我要把你从我口里吐出去。你看，我们看看这些教会的圣人啊，很多都是要不就是非常的火热的，比如说小德兰呢、啊、大德兰呢、啊、这些圣人都是一个火热的心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生活出信仰的。要不就是特别冷的，比方说圣奥古斯丁啊，那犯罪犯的犯透了，大坏人，但是一转变之后呢，成为一个大好人，成为教会的圣师。因此罗马宗徒说，要不你是冷的，要不你是热的。很多教友啊就说，哎，咱也不热心，咱也不冷的，主日呢也进天堂，哎，随便混一混算了，哪怕以后死了混到天堂上扫大门看大门也行啊。你坏了，告诉你，天堂上没有看大门的，看大门的是伯多禄。你想看大门，门都没有，你想扫地，天堂上不用扫地，天堂是不能够混进去的，天堂上必须是有猛力夺取的。要不你是冷的，天主一定恩典可以变成热的，要不你就是火热的，最终的结果是必须是一个火热的心，你才能够得到天主。因此来讲，我们有一首歌叫做火热的心，火热的心，谁能阻挡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的心必须是火热起来的。这两个门徒他们火热，他们的心火热，奔跑着去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不是等我们有空了，不是等我们退休了，不是等我们挣钱挣得差不多了，不是等我们买下大房子了，也不是说我们有了一定的地位了，我们有空了，有时间了，没事干的时候，顺便好讲一讲，传扬一下福音吧，还是在对了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见到合适的人的时候讲一讲圣经吧。 No No No， 基督召选我们是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全部的时间、全部的健康、全部的能力、全部的金钱都用在传扬福音上，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不是有空的侍奉他，而是整个的生命都是在侍奉他。我们保罗说，无论我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是为光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这两个门徒跟耶稣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然后他们认出了复活的主，我们也请求复活的基督跟我们一起住下吧，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家庭中，住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让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
去给他传扬福音。阿门。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搬去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如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体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以死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向他祈祷。主，求你借你复活的奥迹加强你子民的信仰。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允我们。求你恩赐灵魂的牧者充满圣神的力量，妥善照顾他们的羊群。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允我们。求你恩赐普世人民享受真正而持续的和平。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允我们。求你怜悯遭受罪难的人，将他们的痛苦化为真正的喜乐。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应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自己的意向啊，借着这坛弥撒奉献给天主啊，我们心中为我们心中的意向祈祷，为我们每人心中的意向，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基督，你是善牧，为你的羊群舍弃了生命，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仁慈父亲我们的祈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每每秉承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就是一山河向着天主取得我们的人性，要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上主，万有的天主，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我们的情绪，我们心情，今天的面对举行祭祀，求你悦纳圣灵，洗净我的罪污，涤除我的谦卑。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吧，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们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接受你教会在复活庆期中欢心奉献的礼品，你给了我们如此喜悦的原因，求你赏赐我们将来获享永恒的喜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天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消除世罪的羔羊，他以圣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血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以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去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燃起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在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便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羞辱。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全程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请大家祈祷。仁慈的上主，你赐人永生的圣事，重生你的子民，求你垂顾我们，赏赐我们的身躯将来也光荣的复活，得到不朽的特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